今年科技领域的大明星呢，无疑是 AI 了。不过，就像人红是非多这话说的，AI 技术火起来之后呢，这一年也是争议不断。十一月呢，OpenAI 董事会还整了一个暗杀创始人的大活，年底冲业绩，把 AI 的热度呢又给顶了上去。现在这事儿呢是差不多尘埃落定了，董事会被重新洗牌，几个创始人呢，除了首席科学家 e l i a s s k y v e r 还有点悬念以外呢，剩下几个也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这场年终大戏的来龙去脉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聊过了。今天呢，我想换个角度。 讲讲在这次事件中突然大范围暴露出来，在科技精英群体中急速扩散的一套非常激进的思想体系——有效加速主义。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老弟、小老妹儿请坐。我是林毅，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要把全人类拉上 AI 战车，高喊着要么成，要么死，把油门踩到底，标满最大功率，全力加速的前沿科技思潮。首先这一年呢，AI 威胁论被探讨的特别多。 这就很可能呢，会让咱们误以为科技圈普遍对 AI 技术感到恐惧，或者呢，至少说是非常谨慎。但其实呢，并不是，因为现在的 AI 呢，只是进展很快而已。但别说统治地球了，它离能够脱离人类独立工作，说实话呢，都还差得非常非常远。你要是赛道上开跑车紧张点，那还可以理解；步行街上骑自行车，咱就别整得那么焦虑了，行吧？ 像二二年六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位谷歌工程师曾经跳出来，当时呢，他就警告说：“我告诉你们哦，谷歌的 Lambda 模型已经觉醒了，再不把 AI 研究停下来，全人类都没好果子吃。”说实话呢，我当时真有点半信半疑。但半年之后呢，这事儿就变成纯黑色幽默了。去年十一月底，OpenAI 呢推出了聊天机器人 ChatGPT，紧接着微软就宣布了合作计划，然后在今年二月呢，发布了必应的 AI 搜索功能。紧接着第二天，谷歌呢也发布了聊天机器人 Bar。 而它呢，正是基于那个传说中强大到已经觉醒了的 Lambda 模型。可是这个东西的水平呢，大家上手之后就比较明确了。普遍看法呢是不如 ChatGPT。三月份科技媒体 d o v r s e 写了一篇测评，横向比较了 Bard、必应和 ChatGPT，结论就是呢，如果你需要最强、最有逻辑的文章编写能力，那你就选 ChatGPT；如果你想让 AI 给你在回答里把最新信息也结合上，那你就用必应。 如果你刚刚上了十倍杠杆做空谷歌股票，想要睡个安稳觉呢，那你一定要试用一下 Bar 的。试过之后呢，你肯定一百个放心。所以最后的事实证明呢，这两年来最轰轰烈烈的一波 AI 威胁论，纯粹就是报假警。实际上，咱们可以发现呢，就现在对 AI 的担忧，主要也都是针对遥远的未来，绝大多数呢都是一种务虚的理念层面上的讨论。比如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在这次政变事件里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 e l i a s s k a v d 他呢就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呢必须给 AI 塑造一套恰当的理念，因为当 AI 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的时候呢，它即使对人类并没有恶意，也依然可能会威胁到人类。这就好比今天人与动物的关系一样，人类呢其实并不讨厌动物，实际上呢很多动物还很讨人喜欢。但是当人类需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询问这片区域里动物的意见，我们只是觉得这条路对我们很重要，就决定去修这条路了。” 但事实上呢，很多动物可能会因此失去家园，甚至丢掉性命。这段话呢，说的是非常好，很形象。但我相信大家听完呢，和我会有差不多的感觉。就是这段话呢，更像是来自科幻小说，而不是写在某本技术教材上。这就是我说的这种务虚抽象的感觉。实际上，这段话呢，还真就是化用了《银河系漫游指南》这本经典小说里的一个情节。这本小说呢，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原著里的情节呢，是外星人要修一条宇宙高速路，提前两分钟给地球人发了通知。 倒计时结束，一眨眼就把地球给气化了。这里呢，伊利亚化用了这个情节，把外星人换成了智力超越人类的 AI。像这类问题呢，确实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呢，也应当早早开始预防。但是搞理工科的人吧，普遍呢都比较实用主义。像这种关于 AI 威胁的抽象思考呢，其实在科幻作品里讨论的已经很全面了。包括伊利亚这段听起来很有水平的话呢，也不过就是新瓶装旧酒。大家伙在书里都读过了。 对技术人来说呢，你要是真发篇论文，发点代码来描述一些约束 AI 行为的具体思路，整个社区呢还是会积极响应的。但就目前来看呢，AI 减速派那边聊的呢都是道德啊、人类大爱呀、啊、这些非常正确，但是写不出来代码的东西。反倒是加速派这边都是武德充沛，今天一个大模型，明天一个加速框架，后天一个运行平台。甚至呢，你去看伊利亚本人的学术文章列表，其实呢也都是讲 AI 技术的，我没看到有哪一篇是关于如何限制 AI 的。 实际上呢，我回看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我也是呢，一边在视频里头讲要警惕 AI，一边呢 AI 开发代码写的飞起。我怀疑很多技术人呢，可能都是和我差不多的精神状态，嘴上呼吁减速，脚下啊油门踩死。因为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真的太新奇、太好玩了，你很难抗拒想把它跑起来、想做点东西的诱惑。但与此同时呢，批判 AI 发展又是无比的正确，好像所有人都在聊这个，那我肯定加入啊，干嘛打逆风局呢？直到。 一声枪响，形势彻底变了。至少在技术圈，探出头来的有一个算一个。原来呢，全是戴着草帽的卧底月供。这一枪呢，就是十一月 OpenAI 的董事会政变。那个周末呢，我基本上全程高强度往上冲浪。我记得当时第一波消息呢，是说三毛奥特曼搞加速搞得太猛，被董事会一脚踹下车了。这波消息放出来之后呢，我观察了一下。 技术博主里头真的就没有一个是支持 Sam 下台的，反倒呢是蹦出来不少批判 OpenAI 的董事会阻碍 AI 发展的，真就是岁月静好的时候都是反思怪，出事了面具一摘全是加速派，对吧？AI 奴役人类什么的，大家伙呢就是说着玩玩，哥们儿，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所以说这个事件的意义就是让我认清了技术圈人均加速派的现状。进一步的探索之后呢，我还发现并且学习了这种现象背后的一种新兴思潮——有效加速主义。 有效加速主义的英文缩写呢是 E 斜杠 ACC，读作 EAC。在官网上呢，他声明自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场运动，只是对事实的彰显和强调。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对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自然科学信仰。所以呢，也难怪油盐不进只认代码的技术人纷纷皈依了这个 EAC 神教，很多呢都在社交平台的用户名上添加了 EAC 的后缀。这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包括 Mark and e a s e n 他呢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大风险投资公司 A 十六 Z 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呢是美国最大初创孵化公司 Y Combinator 的总裁和 CEO 陈嘉兴。还有一位呢叫 b e t h j e z o s 这个名字呢并不是真名，很明显的是在拿亚马逊公司创始人 Jeff Bezos 的名字玩梗。十二月初呢，他在 Forbes 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的真名呢叫 g a l e m Vorden。 曾经是谷歌 X 实验室的量子计算工程师，后来呢自己出去创业做 AI 计算加速卡。这个人呢正是社交媒体上这一轮有效加速主义思潮的发起者，但我去翻他发的东西呢，发现主要都是在玩梗，找不到什么系统性的干货。所以对这个理论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你们直接跳过这个人，去看有效加速主义的官网，或者呢 Mark and e e s e n 在 A 十六 Z 官网上写的那篇《科技向善党宣言》，信息量呢都要大得多。 我觉得这个新思潮中发起者的意义呢，就和鸡哥跳舞还有原神启动这两场文化运动差不多。就当那支舞跳完，当那个游戏打开之后呢，原作者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文化符号接下来的发展壮大，乃至于艺术升华，都已经不再需要当初孕育出它的那个人了。我仔细整理了一下社区中呢关于有效加速主义的各种阐释，很快就发现了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它是一套自然科学信仰。这个东西呢，非常新奇。 他和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过去讲奉献、讲道德、讲情怀的那些思想信仰呢都不一样。他推崇的那个神，那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最客观、最无法动摇的物理学定律，特别是其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这个东西我说出来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困惑。我当时刚开始看啊，也是这个感觉，因为呢，我以前真的没怎么见过基于物理学的哲学思想。但有效加速主义呢，它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把物理学和有机生命的联系建立了起来，然后呢，又进一步推导出了生命的意义。我如果告诉你说，你活着的意义呢，你人生的目标呢，并不在那些成功学大师的书里面，也不在各种哲学经典上，而是写在了中学物理课本里，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神奇呢？那咱们就先花点时间，好好把这个概念给讲清楚。熵增定律描述的呢是宇宙发展方向。对“熵”这个概念不是很理解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你只要知道两点就可以了。 首先，熵增指的是从有序到无序。比如，你好好收拾了一下东西，屋子里呢井井有条。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你就不管了，东西随手想怎么放就怎么放，那屋子呢自然就又乱了。那这两个月，你的屋子呢就发生了一个熵增过程。对这个熵增有概念之后呢，第二个要明确的就是，我们的宇宙呢是在持续不断地朝着熵增的方向发展的。这方面呢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比如说一块田地啊，一时不管呢，很快就长满杂草了；街道没人打扫的话呢，也会很快就变得脏乱。 你的大学室友，对吧？三天不揍就会变得跟你没大没小。它的原因呢，我们就不论证了。咱们只要知道它是宇宙普遍存在的规律就可以了。抓住这两点呢，接下来咱们要聊的所有东西，你就都可以理解了。关于物理学与有机生命的关系呢，有本叫《生命是什么》的书写的很好。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薛定谔，就是那个老跟猫过不去的量子物理学家。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呢，薛定谔提出了有机生命很独特的一点，就是生物这一辈子呢，总是在努力降低自己的伤。 这个把伤降下去要怎么理解呢？它是不是和宇宙永远在熵增这件事儿矛盾了呢？前面咱们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你收拾屋子的时候会让这个屋子的熵降下去。这里呢，其实咱们是把屋子这个系统单拎出来考虑了，但实际上收拾屋子这事儿你也出力了呀。在这个过程里呢，你把身体里储存的能量给耗散掉了，而且呢，并不是所有能量都用在了移动房间里的物品上，比如运动中无法避免的摩擦生热。所以呢，你干活耗散的能量要多得多，增加的熵呢也要多得多。 那如果你把这整件事里所有角色都考虑进来的话呢，在收拾屋子这件事儿里，宇宙总的伤其实还是在增加的。所以宇宙持续熵增和某个小系统熵减，它其实是不矛盾的。小系统能够熵减，一定是因为某个外力耗散了更多的能量，让宇宙呢增加了更多的熵。那么熵减这事儿呢，就说清楚了。那有机生命为什么要追求熵减呢？薛定谔在书里头呢是这么写的：因为对生物来说呢，熵最大的状态就是它死亡的状态。 这个呢很好理解，动物活着的时候呢，它的机体结构啊，它体内的各种生化反应啊，是非常有序的。但死去的动物尸体，说难听点，那就是微生物狂欢，是个非常无序、熵增到最大的状态。生物一定是有强烈的延续生命的渴望的，这个不是哪个神仙给咱们规定的，它就是很自然的逻辑因果。因为很简单，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几十亿年里呢，对生存的渴望不够强烈的物种呢，早就被连根儿嘎掉了。所以今天地球上在座的诸位，那都是一个赛一个的珍爱生命。 所以大家呢，肯定都是向往生，厌恶死。那套回热力学定律的框架，有机生命呢，就一定都是追求自身的熵界，排斥机体的熵增的。好，那现在我们站在薛定谔先生提供的这个新的物理学视角，重新审视一下宇宙和有机生命，我们会发现那个终极问题的答案呢，就变得有迹可循了。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熵增的趋势是确定的。现在呢，咱们把有机生命也看成是一种和刮风啊、下雨啊、天体运行啊一样的自然现象，把之前讨论的结论都汇总起来，从热力学的角度去看呢，有机生命就是一种会加快宇宙熵增的自然现象。就像前面说的，有机生命呢，持续的追求着自身的熵减，但这个努力的过程呢，却又反而加速了宇宙整体的熵增。这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呢，有机生命自然形成的这种行为和宇宙熵增的趋势。 其实是完全一致的。那现在咱们想象一个场景，一块水坝拦住了无穷无尽的水，导致呢上游水位很高。我相信大家都能很容易理解，这个水呢是有向下走的趋势的。假如这个坝突然消失了，那上游的水哗一下全要冲进来，对吧？那咱们呢就用这个有向下趋势的水来类比有熵增趋势的宇宙。物理学呢有一点好。 就是很多现象的底层规律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呢，很容易通过一些很易于理解的例子来感知相当复杂的问题。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想象一件事儿，就是咱们呢在这个坝上开一个直径一米的小孔，这个孔把整个坝打穿。那大家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水呢肯定会从这个孔流出来，对吧？有的脑子比较快的朋友呢，应该已经想到了，这个让水往外流的孔，其实呢就类比了加快宇宙熵增的有机生命。但真正有意思的。 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水会一直以这个均匀的速度往外流，流到地老天荒吗？不会的。我们可以参考现实世界的一些案例。一旦水坝上有了这样一个孔，它是不会保持不变的，它会自然而然的越碎越大，而相应的呢，向外喷出的水流也就会越来越凶猛，而这又反过来让碎口更大，更加剧烈的洪流咆哮而出。那好，在这个例子里呢，咱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孔会自然而然的加速扩大。可这个现象对应到有机生命又是什么呢？ 这时候，有的刚好正在中学学生物的小老弟就会脱口而出：“是什么呢？繁殖。”人类、海豚、大肠杆菌，你把各种差异极大的有机生命形式加进来，都依然能找到一条保底的共同点，就是大家伙呢一定都觉得繁殖是个很乐的事儿。甚至有些时候呢，它的重要程度可以高过前面说的对生存的渴望。比如呢，咱们可以用螳螂这个物种作为一个例子。雄性螳螂和雌性螳螂乐的时候呢，它的头啊是有一定风险会被雌螳螂给嘎掉的。 我平常学的呢比较杂，之前呢读到过一篇九二年的学术研究文章里，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呢，雄性螳螂乐完之后会不会被嘎呢？这事儿主要是看雌螳螂饿不饿。在野外观察中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三十一，也就是对一只雄性螳螂来说呢，这辈子差不多乐三次就走了。说实话，赌的有点大，兄弟。而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呢，雄性螳螂把头拿下来送给雌性螳螂之后呢，它头部对身体的神经抑制就被解除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有的雄螳螂不知所措，发挥不出来的话，雌性螳螂呢就会帮他们进行这个下头的操作。告别了脑神经的束缚之后呢，这些雄螳螂就能乐起来了，真就是死了都要乐，乐死了。小老弟啊，你这就有点太极端了。而且呢，也不只是螳螂这种所谓的低等生物，更复杂的高等生物呢，也都普遍对乐这个事儿有很强的热情。像某些高级灵长类动物，甚至呢，只是观看同类乐的视频影像，就能自己乐起来。 比如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就被观察到过呢，有这样的现象。那还是说回前面那个水坝的类比。刚才呢，咱们说水坝开了孔之后，这个孔呢会自然而然的越来越大，加速水的流出。然后呢，咱们说类比到有机生命对宇宙熵增的加速上，这个裂口自然变大的现象，对应的呢就是有机生命都觉得很乐的繁殖。那繁殖是怎么加速宇宙熵增的呢？首先呢，繁殖可以让有机生物数量增加。 更多的生物产生的熵增呢，那也就更多，这个很好理解。十只螳螂给宇宙带来的熵增呢，那肯定比一只螳螂多，对吧？一只雄螳螂都不够雌螳螂嘎子。但其实繁殖呢，还会从另一个角度促进熵增，这个角度呢，相对就难理解一些。但它比简单的数量增加还要更加的重要，就是繁殖能产生更复杂的个体，甚至经年累月呢，形成更复杂的物种。一个人给宇宙带来的熵增，那可就不是螳螂能比得了的了。 而人类的最终出现呢，就离不开这个不断增大有机生命复杂度的繁殖过程。一体繁殖的过程呢，伴随着遗传信息的重新组合，而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让有机生命复杂度快速爆发的算法。举一个非常简化的例子，咱们把遗传信息呢看成是遗传字符。对于一体繁殖的物种来说呢，乐的时候双方呢会各取一半遗传信息重新组合。现在假设我是零零零零，然后看我视频的某个小老弟呢，他是一一一一。 假设组合规则呢，就是两边各随机取两个数合在一起。那我的一半呢，只有零零这一种可能，而那个小老弟呢，他就只能是一一。现在呢，我和这小老弟乐一下，后代呢就可以是零零一一，也可以是一一零零，这就多了两种全新的组合。而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继续乐，哇，那就更厉害了。他们的下一代就已经可以把四位二进制数的全部十六种可能性遍历完了。而且这个例子呢，已经非常抽象了。 在实际的生物过程中呢，遗传信息还会变异，染色体呢也会在生殖细胞的产生过程中通过多种机制互相交换信息，所以实际的复杂度爆发速度比例子讲的还要剧烈。你现在再回头去把人类和海洋里头漂浮的单细胞生物做个对比，那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这就是有机生命几十亿年不断繁殖、不断复杂化的结果。可问题又来了，咱们呢还是回到那个水坝的类比，在现实案例里头溃坝的过程呢都是相当迅猛的。 最初的小裂口会被急剧扩大，指数级增长，眨眼间呢，整个大坝都会轰然倒塌。这方面呢，有机生命的发展确实也是挺快的。但仔细想想，大家伙加油乐了几十亿年，才终于把人类给乐出来。而即使是人这种所谓的高级智慧生物，即使是今天咱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科技，说实话，放在宇宙的尺度上，也根本不够看的。就人类现阶段给宇宙制造的这点熵增呢，还远远远远达不到溃坝式洪流倾泻而出的那种程度。 真就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跟宇宙这个巨型水库相比呢，人类这个小眼儿顶多就是往外冒了点水，甚至水都还没冒出来，只是稍微渗了点，摸着有点潮而已。如果还是仅仅靠自然繁殖的话呢，全人类加班加点使劲儿再乐个几十亿年，也乐不出能够走出地球、能够抵御太空的真空环境和宇宙辐射、能够在星际间快速穿梭的物种。这就是有机生命的局限性了。有机生命诞生在地球上，也被困在了地球上。 所以咱们那个水坝的例子到这儿就走到头，不再和生命现象相通了吗？错。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自我鼓励环节，咱们要好好夸一夸人类了。从小到大呢，咱们都知道人类是高等动物，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可人类究竟高级在哪儿呢？家长和老师会告诉我们说，人类比其他物种厉害的点呢，在于人类有智慧。可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雄性螳螂谈恋爱老被吓头，那确实有点缺心眼，有点傻。那海豚它就挺聪明的，对吧？黑猩猩也不傻。 他甚至呢，可以通过看同类乐的视频来想象出那种乐的感觉，多厉害呀，对吧？这不也很智慧吗？但你当年如果继续追问大人们呢，肯定就跟你说别问了，别问了。今天站在热力学的角度上，咱们呢就可以给一个非常明确的量化的答案了。人类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呢，人类是唯一一种可以通过繁殖以外的方法给宇宙带来指数级增长的熵增的物种。我知道这句话呢，听着可能有点绕，有点难理解。 没事儿啊，咱们呢还是找一个最易于理解的起点来论证这句乱七八糟的话。首先呢，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流行过这么一个观点，他呢也是想给人类高级在哪儿找一个明确的标准。他就说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呢，在于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这句话呢比智慧这种说法确切很多。我小时候呢也信了很久，直到后来互联网视频流行起来，我一看有猴子拿石头砸贝壳的，有乌鸦呢用树枝挖虫子。 那在这些证据面前，这个观点是不是就彻底破产了呢？其实没有，它呢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修正。确实，有机生命中呢并不是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但是的的确确只有人类才能持续的用工具去制造工具。现在呢，绝大多数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都是直接用工具去完成某项任务，比如说获取食物啊之类的。但极少见到有动物会间接的用工具去制造工具，然后再去使用新生产出来的工具。 我翻了大量资料，还真是呢，有几只人工饲养的明星动物是能够用工具去制造工具的。但首先呢，这里头人类干预的成分很大，而且呢，它也没有成为某个物种的普遍现象。再一个呢，这些行为也都极其简单，而且不可持续，并不是像人类那样隔三差五就基于已有工具组合一个新工具出来。这里最关键的呢，就在于普遍的、持续的用工具制造工具，就是这一点。 让人类成为了目前已知范围内绝无仅有的指数增长型生物。行，我又造了个新名词。这次呢，咱们就回归数学，用纯数学来证明为什么现阶段只有人类的发展是指数增长的，而且一定是指数增长的。首先，不会使用工具的生物呢，咱们就不讨论了。这些小朋友的发展呢，那就只能靠乐。但只会乐，没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呢，那就是纯靠天吃饭。很快呢，就会撞到资源天花板，那就乐不下去了。 现在呢，咱们还是重点讨论人类和其他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比如猴子。文明啊、发展啊、复杂度啊、商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咱们这里呢，还要把问题简化一下。参赛选手每拥有一项新能力呢，咱们就简化说他得了一分。这个分数呢，就可以用来代表物种的发展水平。现在咱们假设猴子和人开局呢都是一块石头，刚学会砸贝壳，所以呢都是一分。然后咱们假设两边呢都是每年发现一样新装备。先说猴子。 猴子第一年呢是一分，第二年呢学会了用树枝挖蚂蚁，变成了两分。第三年呢发现用藤条抽其他猴子挺好玩的，总分呢就加到了三分。以此类推呢，第 n 年就是 n 分。第一千年发展水平就是一千分。然后呢，咱们再看人类，人类开局呢也是一分，但人类的独特性就在于我们可以持续的用工具制造工具。所以第二年开始呢，情况就不一样了。人类获得树枝之后呢，除了挖虫子，还会把树枝插进带孔的石头里敲猴子的脑袋。 这一年呢，就加了两份，变成了三分。到第三年呢，在猴子们拿藤条互相抽着玩的时候，人类呢把藤条绑到树枝上做成弓，把石头磨尖了，再用藤条绑到树枝上做成剑，把藤条呢系在石头上做成可以甩得更远的飞锤。算上藤条这个新装备本身，这一年人类一口气加了四分，变成了七分。讲到这儿呢，大家应该已经能很容易理解了。在人类这种用已有工具制造新工具的模式下呢。 已有的工具越多，下一年拿到的分数就越多，这样呢就滚雪球一样增长。那具体这个分数是多少呢？咱们假设现在人类走到了第 i 年，这一年的分数呢，咱们用 y_i 来表示。那上一年的分数就是 y_i 减一。这里呢，咱们再回看一下前面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每一分呢都对应一种新能力，而每个新能力背后呢都对应着一种新发明出来的工具，所以每年的总分呢其实就是两个物种分别拥有的工具总数。 那这里呢，咱们再做一个简化，咱们就假设人类每年从自然界发现的这个新装备，可以和人类已有的每样工具分别组合成一种新工具。这种简化呢，就类似 Minecraft 的这个游戏那样，把工具呢都抽象成了基本元素的组合。基于这个假设，那人类在 d i 年的总分，首先呢包括上一年已有的能力总数 y i 减一，1, 然后是 d i 年获得的新装备加一分，最后呢。 就是这个新装备和已有工具分别组合带来的新能力，又是 y_i 减一。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第 i 年和上一年分数之间的递归关系，就是 y_i 等于二倍的 y_i 减一再加上一。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式子，它其实呢正是一个被高度压缩的人类文明史。最复杂的现象呢，往往可以用最简洁优美的原理来表达。这个递归关系求解并不难，计算机背景的朋友呢，可能直接就把结果看出来了。 第 n 年的分数 Yn 呢，就是二的 n 加一次方再减一，这个就是人类整个指数增长史的极简数学表达。在数十万年前，那位第一次想到并且真的把工具做成了新工具的人类前辈，把石头绑到木棍上的那一刻，人类文明呢就已经正式告别了自然繁殖文明，升级成了一个指数增长文明。人类社会这辆战车的油门，其实在那一刻就已经被焊死了。 接下来的农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和再后面的人工智能革命，还有宇航革命，这些生产力跃迁的剧本呢，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被全部写好了。那为什么我连还没发生的人工智能革命和宇航革命都这么笃定呢？咱们已经唠了这么久了，从有机生命的诞生讲到繁殖进化，讲到人类文明崛起，这背后呢，一直都是同一个驱动力，就是宇宙熵增这个物理定律。所有这些看起来引人入胜的情节呢？ 包括人类的每一次生产力跃迁，每一次科学突破，本质上都只是必然发生的自然现象而已。关于人类用工具来制造工具的这个关键时刻呢，有很多研究都指出这件事儿呢是在不同大陆上相距极远的几个地点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假如当年牛顿被苹果给砸傻了，莱布尼茨呢也能把微积分给搞出来，只不过今天呢咱们可能要换一套数学符号。那还记得前面那个关于水坝的类比吗？开始漏水之后，这个孔呢就是会自然而然的越碎越大，越崩越快。 那基于这个原理呢，咱们其实只是能确定人类的生产力会继续指数发展。那为什么我这么确定接下来一定是人工智能革命和宇航革命呢？这就是今天咱们讲了这么久的这套宇宙熵增视角的一个真正实用的功能，就是你对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呢，可以非常确定。既然人类文明的指数增长一定会继续，那凡是可以确定能够阻挡这个趋势的问题，就一定会被解决掉。现在人类继续加速呢，面临着两大拦路虎。 一个呢是人类自身的智力，另一个呢就是地球有限的资源，这两点都是无法跟着人类文明一起指数增长的。像之前的农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呢，这些和人脑与地球资源的极限都还有足够的距离。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一百年前诺贝尔奖得主的成果，很多都是他们二三十岁就搞出来的。这几年领奖的那可真就都是老头了。为啥呀？学不完，根本学不完，最聪明的人都学不过来了。所以早晚有一天得人脑下，电脑上。 AI 的智力呢是可以跟着科技发展指数增长的，芯片算力越强，网络模型结构越高效，AI 的上限呢就越高。而且 AI 的硬件规模也可以扩增到很大，一百张卡不够那就一千张呗。实际上，我觉得人工智能呢只是第一步，未来呢肯定是人脑要和 AI 融合，要不然继续加速下去，到时候 AI 写好的答案人类都看不懂了。那除了人脑呢，地球资源其实也是有限的，但宇宙资源是远远大于地球的。既然水坝上人类文明这个孔。 必然会越开越大，那人类冲出地球呢，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儿。所以，宇航革命这件事儿呢，也必然会到来。那讲了这么多宏大叙事了，这种基于热力学定律对文明加速的信仰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指导个人生活的。首先呢，你不用焦虑和迷茫该干些啥了。什么能让你自身和你周围的环境商界，你就去干啥。收拾屋子是商界，学习知识呢是商界。 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是上件；和朋友啊、和恋人呢交流、维持感情也是上件。最后呢，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呢，你得分清你是在给自己做事儿，还是在给别人做事儿。如果只是给别人做嫁衣的，那做事儿反而是纯纯消耗你自己。那我反而呢，建议你多休息。 该摸就摸啊！想想怎么脱困。我呢，打过工，也接触过不少有这种领导力的大哥大姐。我觉得好的领导者呢，都是能让他的目标和你的个人成长匹配到一块儿的。如果你觉得你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被无意义的呼来喝去呢？ 那你可得清醒点儿，多为自己考虑考虑。我这十年来的一个经验就是呢，如果你觉得管你的人是一个纯血贵物的话呢，那你大概率是对的。逃离风险也是这个熵增的宇宙刻在有机生命生物性里的。什么好吃，不同人呢可能有不同的口味，评定标准复杂。但屎是臭的这个事儿，那真是全球统一，三岁小孩都知道。所以呢，努力之前，你得确定你是在给自己努力。 然后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最后这段用了很多商减啊、追求商减啊这种说法，这其实呢就不是很严谨，有点像那些伪科学鸡汤文。那些人呢，很多连这个物理学的商和信息学的商都分不清。所以你们看我在强调论证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都是严守着就是宇宙这个孤立系统的熵增，就是最后为了图省事儿，所以逻辑上呢抄了点近道。不过前面的论证呢，说实话。 如果细抠的话呢，也有一个不严谨的点，就是宇宙外面到底还有没有东西？现在的共识呢都是没有，但谁知道呢？要是有的话呢，那宇宙是孤立系统这一点就要动摇了，熵增定律也就要被动摇了。不过宇宙外面到底是啥样呢？ 这就得问克苏鲁克老师了，林老师是真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这就不是我这个维度的生物该知道的事儿。反而目前呢，至少啊，有效加速主义呢，让我是比较自洽了。像这次呢，准备这个视频，准备了很长时间。有效加速主义呢，它其实只是我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引子，它里面的理论呢，其实还非常的匮乏。 这次的绝大多数内容呢，都是我在犹豫要不要皈依这个加速神教的时候自己研究的。但在这个过程里呢，我把很多杂乱的信息拼凑到了一起，把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呢，用逻辑推导有序地组织在了一块儿。这个过程呢，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心、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前所未有的满足。所以呢，这又反过来让我确认了加速是真的对有机生命有自然而然的吸引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看到了这儿呢，也点赞啊、收藏啊啥的都来点。咱们五湖四海这么大一帮人聚到这儿，和同一个视频互动，那这个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再验证一下这事儿有没有点开心的感觉。如果你也觉得加速神教啊能让你获得内心的平静，那你呢就去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儿，多做事儿，多加速。 不要怕苦，不要怕累。累的话呢，就想想螳螂弟弟，每三次加速就要嘎一个脑袋。就这样，人家都要为自己的物种加速。那咱们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的带头大哥，就更得义不容辞的加速了。加速，前进四，加速，全功率加速。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